更正的消息，不管什么事，真侪店家为撇免着歹徒来伸出着第三只手来犯案，拢在店内装着监视器，所以监视器画面也来帮助警方破案的利器。爱耍电脑的民众上介意坐三 C 店购买零组件，一名男子伫欠缺零件之下，到家己去三 C 卖场购买真济商品了后离开。过几工啊，店家搬店发现电力网络交接器等商品底块，伫保护商品正常营运之下，店家回收监视器记录追查原因，并报请警方协助。当中经过盘点有缺少的现象，通常都会用监视器的部分来掌握到窃嫌的特征。所以奉劝民众要购买物品绝对是要依整个的一个价值来做结账的动作，切勿贪小便宜，以致误导法网。警方表示，男子事后向店家道歉，并且有后悔意思，也获得谅解，并呼吁表示，店家基于有正常营运环境，会有装设监视器做记录，以备追溯不法行为。希望购物者到商店买商品，要依照正常购买来纳税，唔通违法来营销失端，得不偿失。新闻新闻，蔡明东家己市采访报道。